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，新年嘛，就是因为现在我们艺人其实。旺季的时间就是在那个年前跟年后，尾牙跟春酒哦，这个时候旺季啊，旺季对，就是接一些活动哦。对，然后那一天我去唱一个尾牙的活动，我就发现我的腰带没有拿到，然后就会变成我那天是穿了一件比较长的，然后是完全是没有腰身的那种洋装，对。然后我就临时就还有点时间，我就到那个高雄附近的那个熟悉的百货公司。你在高雄唱？对，熟悉的百货公司，然后就进去看一下，哦 ，model 身上就带了这一条东西出来，这条一定要有的，无敌呀！对啊，无论你穿什么，只要你身上就是围了这一条，真的就会觉得你武功高强，就是超女超人啊，对不对？我真的，对不对？超人是 S 啊，是啊，对，然后就会有腰身，而且它 CP 值超高的，等于是买一送一的感觉，它可以翻过来，然后变成黑色，手面都可以用。对。看是你的衣服，怎么会买大一点呢？最大号的你老公也可以用哎，没关系，他的腰身应该也救不了了，没关系，就我自己就比较要紧。是，不是有照片吗？这一条，好，这里，对，真的耶，看一下，这一个，这后面其实这下面整个都是皱掉的，透明的，哇塞，那是灯光，哇，透明的哎，对，是灯光。就这样子 ，OK 哦，不错。再來就是彩妆，就是我们需要化妆嘛，然后就是眼影盘啊，有大地色的啊，有大地色的那个嘛，就会买了一些。然后还有就是因为你会用这么那个，就是点缀哦，就是点缀。然后有时候就是在眼皮啊点一点点这样子，都开价的，对，而且都蛮那个，就是很实用，对，没有那种很危险的颜色，对，都安全牌。对，我也不敢买那种太过于 over， 我怕我不会用。那这一根是你的麦克风吗？这个不是签名笔，不是，这不是麦克风，这是眼影，速干眼影，对，它是眼影霜，速干，它是马上涂上去哦。哪一个眼影是湿的？它是异状，它一开始是异状，对，然后要干净这样子。然后它也是很低调的那种珠光，所以你可以多上几层。哦，对，我觉得它那个包装啊，整个珠光宝气的，就很吉祥嘛，对，很吉祥。然后放在化妆台上也那个开心，对啊。然后呢，再来是这一个开箱了，开箱了，打开就是热腾腾的，热腾腾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今年是鼠年。所以呢？谁要米老鼠啊？联名哦，真的，对了，心有所属啊！怎么没有想到哈？阿豆啊，也开始过咱们中国人的十二生肖了。是你很好买，对耶，到处都是米老鼠。真的，各位投朋友们，我要来开箱了，不知道开起来到底是什么，结果空的。是一双鞋子啦，但是我不知道它是，很怕是月饼。我先偷看鞋子就好，鞋子。好可爱哦，这鞋盒也太可爱了吧！你看，怎么了？好可爱哦！你看，真的，联名款，联名的，超可爱的。先放下。OK， 他们的联名款，超可爱的。然后听说他们男生的话是，米老鼠是站着的，然后女生是趴着的。哦，女款跟男款的区隔是不一样，还是这是一种说法？怎么还有一个塑胶袋？说哎。所以这个是男款吧？一双是女款，因为它趴着，它趴着，它是女生，它是女生 ，OK， 外面这是右脚，然后它就是有一点点的那种脏脏，故意脏脏的，对，做旧嘛，对，最近这个很流行哎，是哦，差一点点这样子旧旧的感觉，哦，真好，是好。